那当时的神柱，那它的出发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那这个过去啊，它的位置应该是这边，它被雷打到，然后他们以为会死掉，那时候已经没有举办那个祭典了，那神柱就倒了，可是他倒了呢，他更强、更大，那从那个照片来看，差很多，包含一直都在有举办祭典的达邦特夫也，他的神柱都没有这么大，哦，他都没有这么大，哦，那神柱在每次的玛雅斯皮祭仪的时候，他会修枝，他会修枝，然后会留三枝，会留三枝，他。